有什么进步啊？我忘去礼乐了。很好，但还不够啊。嗯。老师，我又有进步了。有什么进步啊？我又忘掉仁义了。很好，但还不够。老师，我又有进步了。你是怎么个进步法？我坐忘，当下忘我了。什么叫坐忘啊？不用耳目的聪明忘去形体，忘去心智，使心中空明，万物生灭，任他去来，这叫坐忘。嗯，很好，让我也来向你学习。抛开人为的礼乐仁义，弃绝自我的观点，心无牵挂，把自己完全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。啊，子羽、子桑是好朋友。有一次，连下了几十天的雨，子羽带了钱包去看子桑。父亲啊，母亲啊，天哪，人哪！你怎么了？我病了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是谁使我如此的穷困呢？是父母，是天地吗？父母对我没有私心，天地就对我更没有私心了。那么我的穷困，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？人所无法选择的遭遇叫做命。你生下来是个王子、乞丐，这是人力无法决定的，人必须安命，以道为友。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的代表，庄子可以说是继承老子之道，他们的学说本源相同，都是认为天下万物源于道，道就是自然之理，因此人要顺应道，即顺应自然，不要妄加作为，因为人为的事物只会伤害本性，而道是一种抽象之物，无形无体，人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摸不到，只能用心感受。庄子寓言故事之螳臂挡车。我说主任，这间公司对我们提出的条件非常的不合理，我要把它给收购过来。但是对方的规模比我们要大几十倍啊，这样的话我怕……你怕个屁呀，去吧，快点。哎呀，我真是自不量力啊，太冲动了。老板啊，我们的现金全投放在收购上，现在公司营运不了了。哎呀，这回我可真是自不量力啊，螳臂挡车。